Hello， 欢迎来到毛丹的视频。来，我给大家解说一下今天这个黄不拉几的妆容是怎么来完成的。最近不是很流行黄色吗？但是想把黄色的眼妆画好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大家可以往下看一下喽。素颜的时候可以丑，但是不能不自信。那第一步，首先上粉底，用的就是西班牙的药妆品牌 Sensilis， 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呀？然后用一把资生堂的底妆刷刷在脸上，妆感我非常的喜欢，通透自然。接着画眉毛呢，用的是透真的眉粉，没错，是我们的国货品牌。我呢比较喜欢颜色深的眉粉，画上去的线条非常的清晰，不费劲儿，不用反复沾粉叠加沾粉叠加，哎呀累死了。根据自己的眉形把眉尾画的清晰一些，眉头画的自然一些就 OK。接着我们再用 ZFC 的，也是国货品牌，它这款遮瑕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六色的，用最浅的颜色呢在眼皮上打底。这一步呀不可小觑，因为它是画好黄色眼影最重要的一步。然后再用 MG 的修容粉呢晕染一下眼窝的位置。然后嘞，我用 hold 住牌眼影里面黄色的那块来再晕染一下眼窝的位置，做一个黄色的过渡色，也是来体现整个眼妆的色调，帮助其他颜色眼影在眼皮上的晕染。接着再用一个橘黄色的眼影叠加在眼尾还有眼窝，那它的范围一定要比刚刚黄色晕染的范围要小那么一点点。为了增加眼妆的立体感，我们再取一个暖棕色晕染在比刚刚橘黄色眼影范围更小的眼尾，可以稍稍的往前带一点点。然后每次增加新的颜色之后呀，都要用一把蓬松的刷子晕染开色块和边缘，混合土橘色和棕色来刷下眼睑，然后用黄色将深色的边缘晕开，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渐层的效果，透出了一点点的黄色。再接着呢，就是把金铜色的珠光眼影涂在眼皮的前半段啊，边缘的晕染也要处理好，然后下眼睑上也要涂上，再加上眼线和睫毛，眼妆就完成了。我知道你们都会弄，所以就不给你们看了，简单吧？还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使劲夸是吧？我都给你离这么近了。好，下一步呢，我们来修容，修修鼻子，修修脸啊，非常简单哈，主要就是玛丽黛佳的这个修容粉呢、啊、其实是个眉粉来着。腮红呢是 hold 住牌的腮红，一个三文鱼色的腮红，挺好看的。哦，这才到修脸哈，我刚才好像说早了。然后用它来修脸，感觉是没有像涂过修容粉一样，确实有瘦脸的效果。接着口红呢，用 Ofra 的 Miami Fever， right？ 你看这颜色涂上是不是贼好看？但是如果你不化妆，素颜涂上去就是另一番风景。然后我觉得这种唇妆呢太单调了，于是我就叠加了 LA Colors 一个口红，非常好看的一个深红棕色，在唇部的中间抿开之后呢，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种配色这种风格的妆容，那你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画一个，发你的作业到评论区，或者是发个微博艾特我啊，万一入了我的法眼，我会送给你们小礼物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完成了，我们下期视频。